叫做副手。其实会有一点抱歉，因为以前为 Look 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把它写的那么难听，然后重新修正，变成现在的样子的。啊，这也是世界首播。明知道你有话想说，怎么忽然紧闭嘴巴？也是天空什么颜色？没有人记得。明明心里有话想说，琢磨再多一秒就够。别是黄昏眷恋月色，会有人。啊，真的吗？我真的会弹错。